老花一开箱评测的第三期，这一期呢带来的是一个月季花，因为养月季的花友实在太多了，遇到各种的一个问题，于是乎呢我们后台小哥也在网上买了一个，也是作为一个评测，看看到是最近的一个行情给大家，相信我没买到什么东西，你们肯定也会买到类似的东西。咦，你看你拍这个东西，你带着病来的，你拍的这个才59呢是吧。跟花友们说一句话啊，养月季花，你只要是养盆栽月季，你就想好了，宝贝儿，你就是买了一个药罐子。只要盆栽，我说的有一个算一个，不论谁养，准得病，不得病我亲口叫他大爷。看到没？黑斑病，看到了吗？全是黑斑。这个东西有影响吗？影响不大，好吧。但是有新叶长出来，你看到没？有很多这种新叶长出来，所以说呢，生命力还是可以的，不要一竿子打死，懂吗？看总体的一个苗情。已经黑斑病已经很严重了，好吧，已经是很严重了。这个可以给他拍个图片让他索赔一下了。你说全是带着黑斑病来的，看一下用的机制叶康，用的叶康，怎么还有常春藤乱八七糟的叶子，这个是什么的。把这个黑斑病已经很严重了，但是上面的一个形态长得还很好。你这个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先问问他怎么说。他下面这个芽点也不够饱满。你看他下面这个芽点，这个下面这个位置，看到没？不是特别饱满。那个下面生好不容易生出来一根吧，他也得黑斑了，你看到没？这个就很烦。但是这一叉上面，你看到这些小的红点点这个位置，看到没？它都可以再长出来新的。就是我跟花友们说，修剪月季也好，修剪什么也罢，你看这种叫芽点，你只要下面这些芽点多，你上面都可以随便剪，知道吧。然后看看这根枝条，你看这边有一个小芽点，在这个位置很小，能看到吗？这个位置这有个小芽点，看到没？这是小芽点，看到没？客服怎么说？还没说话呢反正咱们已经留证了，是吧。那好了，花友们收到月季花哈，其实出现病害呢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你养月季哈，你要是接受不了病害，你就别买了，就像你娶媳妇一样，是吧？你受不了这个女人对你撒娇，你受不了这个女人对你腻歪，你受不了这个女人对你牢骚，你光棍别养，最省心。要么怎么着，地栽就是放养野生，对吧？你像月季花在我们山东地区呢，完全可以实现一个地栽，完全可以实现一个野生，好吧。像咱们在买到月季花，第一步呢先看它的一个盆土和根系。如果说像我现在收到的这种呢，埋的比较深，那您就把表面的土全部给它挖出来，一直等到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为止。由此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多用了多少土，它把下面全部给埋住了，好吧，无需那么多土。养花的时候都是这个道理，不用埋得太深，把这个全部拿掉。你看咱们挖出来那么多土，对吧，挖出去那么深，它还没有完全露出来里面的根系呢，它是不是刚种进去的？花友们，如果说你收到一样，这种就是无良商家了。你埋那么深，你说让那些个买你月季花的，你收到以后它不会闷死吗？我还纳闷，我是带着叶子过来的，对吧？所以花友们收到以后也要像这样检查一下，是不是像我这样一样，它只是给你加了一些土进去，好吗？你这样埋得过分深之后呢，它会闷根，尤其是月季花，好吧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防，这也是一个小雷区，大家一定要避免。所以大家收到以后呢，像我一样先检查这个盆土，先把表面的土说一下吧。人家这个商家还行吧，这个东西就不要了，然后给退款。他说这个商家处理的是这样处理的。商家这么溜吗？不要了，退款了。就是我说他说直接申请最后退款，然后我说那邮费谁出啊？他说你不用给我邮回来，我就直接给退给你钱。他在图啥呀？他就是那有的人他不找他呀，有的人不懂的他不找他呀。哦，有的人不懂的就不找他了，这不我这种人不是断人家饭碗吗？花友们装不知道啊，咱们接下来往下捋吧。
那么呢，养月季花友的话说会用什么盆这来那来的，其实对于花盆的一个要求并不是特别高，是吧？像这种普通的一加仑的盆呢是可以的，咱们把那个花盆扔一边，咱们就不用了，因为它带过来的这个呢原本也是一些椰糠土，椰糠土没什么营养啊，咱们后期在养护的时候，很多的花友也会选择用这种椰糠土去养护月季花，但是你要了解啊，像椰糠土这一个呢是可以掺一些有机肥，像你们用到的粪肥还有骨粉，但是呢我就不会用这种东西了，你掺了粪肥这些个不确定因素太多，我就把这个给放到一边去啊。其实这个月季花蛮好养的，很好办啊，这个病也很好办。那养月季啊，我找了一点树皮，一部分呢垫到盆子的底部，垫到盆子的底部呢就是方便它这个排水透气啊，方便它排水透气的。然后呢有一定的这个腐殖质，然后下面呢再垫一些个底土，之后呢加一些肥料进去啊。养月季啊不能舍不得下肥，可以多放一些。哎，是不是放多了？好了，别让它与根系直接接触，就直接再放进来。太小了，那个花盆翻车了，花盆太小翻车，再换一个。那这回呢换了一个大点的空根盆啊，里面放了点陶粒，防止积水沤根，撒一些底土，把刚才那些个再倒回来拌一拌，这回差不多。花友们在养月季的时候不要埋得太深，好吧，对于土这一块呢大家自己选择，你也可以用沙土用泥土，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。然后要了解的是什么呢，月季花啊它有一定的耐旱能力，但是呢你旱得过分过头了以后呢它会落叶子，这好吧。所以说有的花友说呢啊不能过旱这了那的，任何时候养任何花卉记住一句话，干湿循环，干了再浇，不干不浇。你像咱们入盆的时候呢这个月季本身很湿，咱们就不浇水，好吧，就先不浇水，等到它干了之后再浇。很多花友判断不了干湿，那入盆的一个呢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最后呢有一些养花的小技巧，这个呢是不外传的哈，只传给我的粉丝。然后呢因为它是药罐子的一个特性，咱们可以加入一些个小白药和小粉药，这种的话呢可以预防一些小黑飞，好吧。有的花友也是问这个东西呢可以直接拌到土里面，也可以直接像我一样撒在盆土的表面，这两个可以一起用，它100天用一回，它可以杜绝很多的一些病虫害了，90%的病虫害都可以杜绝。那很多的花友很担心啊，啊你这个东西用上以后怎么怎么着，会不会被猫吃了，对孩子有影响？那你再像我这样子铺上一些个石头子儿，看自己的喜欢啊。很多的花友也问我，铺面石我用什么？铺面石你喜欢哪种颗粒，你就用哪种颗粒铺面就行了，好吧？简单的就这样了。你这样的话，你还怕孩子扒了吗？你还怕你的宠物吃掉吗？这不就很漂亮，很 beautiful 吗？然后上面的这些个已经黑斑了的呢，大家可以打一些药了，好吧？打药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多菌灵，或者是像我一样的，我就会喷一些个这种抗菌素，直接就喷一些抗菌素就行了，好吧？药罐子名不虚传，之后的一个养护一定要给足光照，不论是什么样的月季花，你包括果子阳台在内，一定要给足光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到咱们的一个浇水，月季相对来说呢，洗干不洗旱，就是空气呢，你可以略微的干燥一些，但是呢，你过度的干旱也会对它的开花有一定的影响。还是那句话，干湿循环，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。你像咱们这个呢，下面垫了一些陶粒，它不至于烂根，即使是你浇的水比较多，是吧？有的花友管不住自己的手，浇的水比较多，它不至于烂，好吧？很多的花友容易烂根的这个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用的瓷盆容易积水，我们这个不存在积水。所以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儿，你看自己的一个盆土选择了，你也可以用沙子，也可以用椰糠，也可以用这个用那个，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有机和无机的一个搭配，一个盆土的排水和透气都得搭配好了。那之后呢就是说到这个气温这一块了，其实月季花呢大多呢都是喜欢在零下待它个3个月左右，大多呢都是喜欢这种让它落叶一下，让它春化一下，说白了呢就是休眠，休眠一下以后呢第二年会长得更哇塞。大部分广东的花友应该踩过不少雷啊，一定要问清楚了，这个品种一定要调查清楚了啊。第一呢要保证包对吧，第二个呢看是否需要春化，如果需要春化的一些月季呢它就不爱开花了，好吗？好像今年狼哥好像也踩坑了，我经常关注的好像是选了一批苗啊，然后没开花，后来才知道需要春化，他那边反正是也挠头皮啊。据说啊这个也不是不知道是不是，
然后呢，到后面呢就说到一个用肥了。用肥的话，我之前呢加入了很多的一个底肥，像该浇水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可以兑一些营养液，你什么品牌的营养液都可以啊，就是你看那个氮磷钾的一个比例了。总的来说呢比较简单，你只要光照好了基本上不爱生病虫害。上面这些个叶子呢，我等到有时间了我就给它打一遍药，新长出来的叶子都很棒，好吧，先让它生长着，先不管它，等到后期的时候我再进行一个塑形，先让它缓一段时间。现在就可以直接拿出去正常晒太阳，不存在缓苗，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原盆原土过来的，根系没有一点点的受损，正常晒，好吧，晒过去它就挺过去了。你要是一晒挺不过去，你就是缓个三五天你再晒，它还是这个批样，该晒的晒，缓苗在箱子里边缓的够劲了，好吧，嗯，正常该晒的晒，正常该养的养，不害怕。月季花就这样，收到以后栀子花月季花就该晒。好了，这个开箱评测呢最后给它打个分，那服务呢肯定是100分，是吧，那不给你要钱了你还跟你说什么缺点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苗情呢确实有点拉胯啊，就是建议这个商家呢不要这样子来，你这塞土啊这了那了的，你本身没有一加仑，你给他弄个一加仑不是不可以，是你要明确的告诉他，好吗？我觉得应该让新手去养活才会对你更好。产品这一块呢我就只能给你打一个40-50分，你综合起来吧，及格了，合格品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月季评测呢简单的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觉得不错呢记得点个赞，有想看其他的一个养花瓶子，您可以发给我链接，我去给大家购买，然后呢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更好玩的一些开箱以及教学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自然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了。